心小大。今天恁爹这个事儿啊，你得给我说个实话啊。你要行凶我上天，你要闹虎我进山，可就是这件事儿。爹什么？我都琢磨着，像我这当今重要嘞，要真是把俺爹给撵出去，是觉得有点儿难，是觉得有点儿舍不得。哎，真是的，就是啥呀？你看看你那个成色啊，你还想当孝子嘞？那你也不看看恁爹那个人像？我知道了。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专业性看曲剧的微信公众平台。首先我们打开微信，点击右上角的加号，选择添加朋友，再点击底部的公众号，然后输入曲剧七八，曲剧七八，记得是拼音曲剧七八，然后点击搜索，然后点击曲剧名段精选，然后再点击底部的关注。关注完之后，底部有一个菜单曲剧精选，然后点击进去，这里边都是曲剧的名家名段，赶紧进来观看吧。